有没有峡谷钻石的号？咱现在上号啊，我想打打钻石分段，有吗？来一个峡谷钻石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峡谷钻石的？等一个号吧，来个峡谷钻石的吧。有吗？有，直接发给我来，斗鱼私信发给我。上一个像我钻石的，又到了杰克的10号时间，我就是一个啊。下午钻石的可以发给我，一区的也行，艾欧尼亚的也行，来一个吧，就来一个，这个不打低分段了，艾欧尼亚或者下午之巅的钻石以上都行，什么分段都行啊，就别整个那个排队时间太久的，主要是下午之巅艾欧尼亚排队能快点，什么分段都行，就是高分段就行。峡谷宗师可以吗？那你信得过我，你可也可以啊。峡谷宗师我可保不了啊，我保不了。峡谷宗师太猛了，这赛季峡谷宗师可不一般。你们发号的时候把这个，你得告诉我这是什么分段，我不挨个试啊。没有分段不行啊，黄金的白金不行，我就要钻石的，我只要钻石的啊，来。来一区钻石的。一区钻石。
就看一个什么东西，看一下世界赛选手 VS 国服玩家。感谢独孤送的飞机，感谢老板啊，谢老板的飞机呀，又是新的一天了，感谢老板的飞机，爱你，谢谢老板啊，感谢独孤。
看一下能不能排，差不多了吧。好，先进游戏哈。把螳螂预选一下，别让队友给搬了。对象是你哟。今天播到几点呀？今天能尽量多播一会儿，多播一会儿呗，妈，两点吧，好不好？目前累计200了啊，已经发200鱼翅了。衣服的话可以加左下角 QQ 微信啊，加左下角 QQ 微信可以买啊。这个号主的话是周死亡绽放皮肤，可以搞，先把符文调一下，一会儿再换，一会儿再看吧。啊，这把带两个攻击力了，这把稳住求发育了，给大家来波火力全开。还是啊，先分析一下阵容。这把对面是一个艾克啊，我们打艾克的话属于是 counter 他。一般玩艾克的玩家都比较怕螳螂这个英雄啊，因为螳螂的爆发呢不会让艾克轻易的去操作。艾克想操作的前提是得有 W 的护盾，没有 W 护盾的话是没有防御属性的，相当于是只能攻不能守。所以我们螳螂是完全可以在进化 Q 以后不让他在护盾打出来之前啊，基本上在护盾打出来之前就可以杀掉艾克，就不让他出护盾，出不来护盾的话他没有操作空间。这是我们螳螂打艾克的一个优势，就是有爆发。其他英雄在野区的话其实没有这么高的爆发，
像在野区的刺客有比螳螂爆发高的英雄比较少啊，螳螂爆发还比较高，但是前提是有还是有孤立，没有孤立不行。没有孤立，螳螂的爆发就属于是倒数了啊，在倒数后几名了。但有孤立，螳螂就是倒在前几名。还有爆发比较高的，就像豹女，豹女的这个超远距离 Q，但是豹女超远距离 Q 吧，它容易被艾克躲，艾克不会吃这个技能，啊，还是会被棍子打出来，很难说艾克吃到一个豹女超远距离 P 超远距离 Q，然后被豹女 W Q 秒掉。嗯，再一个爆发高的就蜘蛛，蜘蛛这英雄起来了，他的一套爆发也是很高的，定住那一套爆发，艾克也比较烦。好。游戏开始。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。无尽的饥饿。那我们选择一个护符出门啊。买这个护符出门呢，就是为我们一会儿第一波能把这狙短臂拿出来做准备。因为螳螂的爆发，咱们说了很高。那么想让螳螂爆发再上一步，再更上一层楼的话，有两个方案，一个是带电刑，电刑是前期伤害最高的符文。第二点就是买巨软币，把巨软币裸出来。你想裸巨软币，你就一定要买这个护符出门，出大一刀出门，你第一波买不了巨软币啊。哎，这波卡视野的话可以杀，泰坦从这卡视野过去，能搞。有点犹豫，再一方面这左翼没点 E 技能啊。这不隔墙点个 E，这他必死无疑。时间不太够了，24秒，咱们回家出来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去上线了。不回家换扫描了，正常要回家换个扫描。现在打的是艾欧尼亚钻四。攻速有点慢，没带欢心。然后我们这把带的是绝对专注，啊，带这个符文的话就先惩戒，一定要把血量控制在70%以上，有一个额外攻击力的加成，虽然攻击力不多，一两点的攻击力，但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。然后这个位置有个小细节啊，你看血量没满在这儿怎么的？W 三个小狼，直接你的血量就回满了。可能一开始不熟练的话是没有办法做到 W 三个小狼的，慢慢熟练就好了。容易打到一个，或者是打到两个，那很难打到三个。你要找到那个夹角。好，这边的话把红打完，咱们就可以入侵了啊！等个 W 型 CD，好像时间不够了，咱们 Q 一下吧。等个 W CD 野怪可能就仇恨回去了。咱们进一下艾克野区啊，这边的话中上问题不大，可以进。A 一下 Q 一下 W 一下接平 A，接一技能直接坐死了，天然压顶往回拉，再 Q 一下接平 A 往回拉，再一手闪现拉出来。你看咱们这个爆发，艾克即使在草里阴，但是咱们这个爆发一样是比他高，这就是螳螂打艾克好打的一点啊。但是这个艾克的话，前提是什么？他没有升三级，他二级在这蹲我，没有 W 技能，我们可以照一下艾克，给他点压力，他这边应该还会来上半野区。他打的是红蓝双 buff 啊，打完红打的蓝，我这边有点危险，但是手里捏着惩戒，好，这收掉了。收到以后，这个下边就不能去了，因为咱左翼回家了。你去下边从中路走的话，对面有人肯定会支援。我们这边就吃自己野怪就行了啊，就不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艾克刷野有问题，兄弟们，他这个速三路线不对呀、啊。他打的是红，然后三狼，然后蓝，然后走到这个位置蹲我。他这个三组野怪是没有办法升三级的。红蓝必须得加蛤蟆或者加石头人才能升三级，你打三狼 F6 的话经验不高，升不了三，所以这个人刚才没有三。
毙了。回家的话，巨石短臂加鞋子，整个节奏就起来了，就很容易。但前期的话，杀一波螳螂，这个感觉来了，很难有打野能拦得住螳螂了。就，其实螳螂这个英雄在高分段是很难做到一v一在前期单吃一波的，因为他没有留人技能。你但凡是有点位移的打野，他也就跑了，除非是配合中单有控制的中单啊，可以杀。但一旦说前期被螳螂单吃了，那你这野区就是相当于是崩了，就很难再起得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在什么阵容情况下选择螳螂比较合适呢？就是你家控制越多越好，控制越多，你的拿人头的几率就越大。这英雄拿了人头就无敌，拿了人头就无敌，就这么一个英雄。直接偷一手小龙啊，五级的话可以偷，哎，有巨石短臂。我被发现了，先往外拉一下，这边队友能来不？这很尴尬呀。接 EQ。接平 AW， 啊，都来了！你看咱家这个下路就不动，看到吗？这波下路其实是有问题的。就当时做眼，咱发信号，他就应该往这边来了。泰坦寒冰可以吃线，但是泰坦一定要来。那这波泰坦就是没有过来，整个团战的话不见你人影啊，不见踪影，那不行。作为一个泰坦。这种找节奏的去打对面这种软辅是肯定要来的，这一波非常关键的。但没来不要紧啊，我们打点小逆风，让大家看一下逆风是怎么处理。这波打完蓝的话，这经验应该是升不了六，差一丝儿。我们可以这样啊，打完蓝，然后就是线上蹭一个兵的经验升六级，升完六级咱们控小龙了，不跟药。如果说蹭不了经验的话，咱们打个三狼吧，吃自己野怪，哎，吃野怪升六，升六了可以出来找波节奏。好，这波节奏可以找一下。开扫描进野区，这不这个眼应该还在吧？消失了。好 ，AWQ， 算下斩杀线啊，373的一个 Q 技能，880的斩杀线。开始往前走。Q 一下，没机会杀永恩了。这边下路又来了，咱能打不？这边泰坦能不能包一下呀？能不能包过来呀？这边我觉得可以打呀。包到了，等波机会，先别急，露着交闪，再往回拉一下。消化，然后进化。再勾一闯，都到了 ，A 一下 ，Q 一下，再往回拉一下，别被艾克定住了，定住也不要紧，闪现拉开距离，反手 W 减速，这 Q 只能接平 A 往回拉。寒冰这大招太棒了，寒冰这大招太棒了，是不是给队友人头啊？咱撤了，寒冰这大招太棒了，寒冰这大招太棒了你，这波是脑溢血。好，咱们回家买装备了，先把木刃搞出来。咱们游戏画面需不需要调一下？是不是有点暗呢？需要调一下不？稍微调亮一点点啊。
你们要觉得暗，你可以告诉我；要觉得亮了，我就调暗点啊。不用把我当主播，咱都自己家好兄弟啊。这波可以杀艾克了，强行搞吗？不太好。伤害不太够，烫不死啊！咱们等一下，说不定快烫死他就回来了呢。搞个先锋吧。上路的话，咱把这一塔拆了吧，拆完一塔，这个直接把兽人越了，放出来就撞一塔了啊！直接放，剑姬赶紧推线啊，要不你吃不着一塔钱，你往前站一站，你往前站一下，好 ，Q 一下 ，A 一下 ，W 一下 ，A 一下防御塔 ，A 一下防御塔，再 Q 一下。再吃一下艾克野怪吧，还是去先吃他野怪。我们玩这种发育型打野的前提就是什么呢？能吃对面的就别吃自己家的，能把对面的全吃光了，你再吃自己家的啊、嗯！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话糙理不糙，这边艾克去抓人，咱们可以先提前反蹲一下。艾克应该是想抓的，有木刃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草里有没有视野，没视野咱们就搁这好好反蹲一下。万豪回家的话应该是没机会了，吃波野怪。再来个石头，石头打完回家。对，别人的野怪就更香一些。这个阵容再买双水银鞋，再来战锤，一会儿用战锤就和战士刀用的啊。水银鞋的话，首先艾克魔法伤害有减速，石头人减速，啊，魔法伤害，再加上一个露露有变羊控制，我们就把水银鞋就可以了。然后升一个九级啊，升完九级这波小龙又刷新了，这节奏又回来了，兜兜转转我们又回到了下路，这就是节奏，你看节奏其实很稳健，不节外生枝，但是我们也不怕事儿，不搞事儿也不怕事儿。艾克这波直接放弃红回去了，我们等个异形 CD， 他应该在前面草里，三二一开始往前走，你在草里，我知道。有不应该呀，我这全程过来是没眼的，他怎么会走呢？来个小龙吧，真的，要是能把这个斗鱼的斗鱼账号和英雄联盟的账号绑定就好了，兄弟们，那绑定一下能看见你分段，就像掌萌一样，发言之前能看见分段就好了。有的时候真的很气呀、啊，跟他们讲道理讲不了，没有道理可言。Q 一下 ，A 一下 ，W 一下，开始。
完了，这距离有点短。闪现没躲开，距离太短了，没有反应时间。不知道石头人何时会叫大招，只能预判。太短了，你看到大的时候就反应不了了。这个反应时间太短，反应距离太短。就好比是我今天考科四有一道题，当你车超速的时候，当你开车驾驶机动车超速的时候，那么你的反应距离就会变短，因为你速度太快了，你来不及反应刹车，你刹不住。但是当你慢悠悠开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反应得过来。哎，所以你劫过没过呢？你劫就没过呗，你劫当然没过了。好，这边收拾没大，咱杀他一波啊！接一技能，看断命线，先惩戒减速，惩戒减速 ，AQW， 直接平 A 就不交大招了，再 Q 一下啊，再 A 一下，再 Q 一下，再 A 一下吧，再 Q 一下。这边对面下路来节奏了。这薇恩的话直接5-1了啊、哦！他们这样这把这个下路是翻盘点，我们一会儿要针对一下这薇恩，他们的翻盘点来了，翻盘点来了呀，需要针对，请求针对。这边没意思，交闪现杀他啊！这对一手，然后我在这蹲一下薇恩，看薇恩来不来下路。哎，这个大招说实话暴露了，不交这大好了。大柱的话是很好，这波石头人有大。好操作，先收一个，来 W 减速一下，泰坦往前上，惩戒 Q 一下石头人 ，A 一下往回拉，再 Q 一下 A 一下，能杀薇恩吗 ？W 减速一下往回拉，伤害有点小高，交个 Q 技能，来个 W 再减速一招。先排眼等一星的 CD， 这边开始收割了，打不过呀。虽然说露露没大，但是很难打。来打 W 再减速一手，没机会呀，没机会。这边好肥呀！我现在如果说让薇恩杀一次，我感觉这个薇恩直接就塞起来了。那我不死还是有机会的。哎，没给这个中单让蓝，忘了。回家买波装备。这边一会儿真得针对一下，他是他们家唯一的翻盘点，这个翻盘点确实是能翻盘的，这个翻盘点很危险啊！先救小龙吧，把小龙拿下，稳一下节奏。旁边视野。但是还是被发现了，他们放弃你了，兄弟，他们放弃你了。
他家这个石头人现在不对我仇恨值没那么高，基本不大我哈、啊。他要大我的话哈、啊，这我们团长很难打。咱们要不要开个大龙呢？集合来，集合直接把这大龙秒了，可以的。来，在草里集合呀，直接秒大龙啊！咱们秒龙速度很快，这个艾克等级不高，抢不了龙的。20分钟的大龙，我们谁都能秒。咱们结束了，好高呀！这威严伤害能杀威严吗？漂亮，还是把威严带走了。嗯，这个威严好肥，这波拿大龙打个一换三，勉强能接受，勉勉强强能接受。他被定住了。我们下一周正备买夜刃呢，秒威恩啊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把威恩秒掉，因为他有个露露嘛，他是软辅，我确实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秒这威恩的。这 ADC 起来以后是很难秒的。结果我们家剑姬强行进场秒威恩，秒掉他们家没伤害了。他们家是四保一的阵容啊，唯一的输出点就是威恩，没有第二个输出点。先秒一个，这波果断交易啊 ！WQA 这个瞬发的话，他是很难反应过来的。打个兽人大招先，把他大招打出来。还可以。结束了，可以。这薇恩确实辛苦了，我看到他，我好像看到了我自己，他不容易啊，他。啊，再拿个小龙啊，顺便吃个红 buff， 他被留了，走吧，不管他，我们去拿红 buff。不杀他了，不杀他，没意义，兄弟，这边没必要杀他。多眼，
把龙魂拿去了。啊，回家回家回家。把夜刃搞出来。蹲一下露露吧，应该会来做视野。这露露，这个位置他们必做视野的。又是你，怎么又是你呢？先走着，兄弟，先走着。石人有大招，给我大起来我就没了。我的翅膀焦躁不安。再往前走一步，你踩泡泡了，你一打吧减速，不杀你了。我怕他后边有人呢，不敢强追，因为这个石头人没露头。他家上面有一个万豪，但是石头人一直没露头。这石头人给我大起来，我必死无疑啊！这一打吧减速，打吧再减速，定住。那你定的是薇恩吗？太溜了你！建议先拉出来，哇，这伤害爆发有点高。建议队友先撤，这边等一下技能 CD， 这边 OB 一下，准备开岗，开始往前走。先 W 技 E 拉出来，开始再往前上，接平 A 接 Q 技能，接平 A 再开二技能，再接平 A 往回拉 ，Q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往回拉，再平 A 再接 Q 技能，这波。吹一口，你看我这一波，我在这十六级，我就剩那二技能，就是为了这一波打团，因为我手里有R，进化R肯定要强一些。我刚才如果进化E的话就没有这么强，我进化R三段野身，他们杀不了我。万军从中取西洋手机，那怎么就炸鱼主播呢？那打什么分段就炸鱼？那艾欧尼亚钻石不是你们说的最强分段吗？不等于娇躯王者吗？这分段那怎么炸成炸鱼了呢？还那怎么成炸鱼了呢？兄弟们，行了，那咱们今天就打到这儿，还是说再来一把？我先上号，你们想看我就可以再来一把，还没到两点，可以搞。但是我有点累，咱今天到这吧，今天到这吧，兄弟们，不打了，太累了今天。然后明天咱们早点开播，今天太累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不搞了吧，行吗？行不行？今天不搞了吧，咱们明天搞行吗？爱你，行不行？明天搞吧。你看我眼睛通红的，兄弟们，好像还真不太红。这边挺红的，兄弟们，我眼睛现在特别红了。明天再搞吧，你们也得早点休息。明天都是不是有课呢？哎呀，那有课是不是？有课，杰克有课，明天有课，今天下了吧？你看，很多有课的，你看全都说有课，那咱今天就下了吧。其实我还能再打一把，但是都有课的话，我就不耽误你们休息了。啊，行，那咱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杰克明天有课 ，OK。
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你的意思。那我就今天就到这儿。然后明天我杰克加个班，编一首弹幕啊。明天我加个班，今天一点半下的，我想一想啊，一点半下的，一点半下的，明天七点半开播，好不好？七点半开播呀，明天啊，七点半开播。然后明天我们还是打一个，教学高分段都要打，好吧？教学加高分段都打，可以吗 ？OK， 明天见，明天见，兄弟们，爱你们！今天不鞠躬了，今天听一个。今天亲一个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